Fireball Island 火球岛来袭，这是一套充满危险的立体游戏，本游戏可能造成断手断脚，而且我们不打算负任何责任。你会发动技能取得宝藏，然后遇到鸟事失去一切。当你倒霉的时候，你的对手会扬长而去，桌上就是战场，没有人会同情你，你会被夹攻被陷害。当你以为走运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想太多了。游戏中的 BOSS 佛卡大魔王会随时放大招对付你，你就算现在领先，但随时都可能 GG。 你在岛上待得越久，危险越多，怎么离开呢？就是带着宝藏搭上这台有点不可靠的直升机。 Fireball Island 火球岛全球狂卖1亿，你的第一款立体冒险游戏，超级好玩，等你挑战。